刚才要像我吗？然后我在戏里面饰演黄远的哥哥，叫阿轩，他是一个个性有点火爆，看似火爆的浪子，但其实内心是个很善良、天真、可爱的大男孩。希望你们也会喜欢我演的角色。然后就是在这边祝各位都顺顺利利、健康，然后一定要看《一万公里的约定》哦。